去。你那个腿就使劲不对，你这个膝盖就不应该往那个往往外。就正正的这样子啊，就是你要自己。我老怕我磕到这儿。我都没磕。你如果那样使劲不对的话，你就老偏。对，对，就容易往一边偏。啊，对，嗯，这样子。对。那我重心是在左脚。你也没挺直的，你也瘦小。啊，我刚刚也是这样的嘛。我屁股坐不住人家，溜前面了吗？前面挺长的。啊，我坐在是这儿的。你现在在等。啊，你坐太前面了。我就说我你这边用腿屁股就往这边了，那边用腿屁股就往这边了。你坐在那上面去了。现在可以了吧？不奇怪啊，奇怪，正常姿势呀、啊，这是很正常的姿势，好吗？其实我刚才看了两个垫根儿。